我们两个斗地主，你把我赢了，咱俩就可以。斗地主，一二三四五。他们挡住。蹲下来打嘛。哎，站呐。来来来，他的牌，还是。哦，赢了，下一个。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对不对？你进不来了，有红包，那我们要得双的哦，今天是。谢谢我们的摄影摄像老师，准备就位。作为一个双鱼座的女孩，她是非常温柔的。也把掌声送给妈。所有来宾，欢迎他们向未来出发。只有彼此心灵的契合，很开心你能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，
可能我跟我的父母还有哥哥都不太会表达，然后性格也比较急躁，希望你多多包容。感谢我的妹妹在刚刚非常真实的一种表达方式。当你跪下的时候，我们想再次听到你们的尖叫声，好不好？来吧，为他戴上戒指，不要忘了吻一下他的戒指。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致青春，有请两位请转身面向舞台。不管是兄弟还是姐妹，不管是闺蜜还是好朋友，不管是伴娘伴郎还是身边的你们，都希望大家走上舞台。我们看一下小周的朋友还有哪些没上来，来再次祝福他们新婚。大家觉得小周帅不帅？龙超美不美？我们要恭喜这位拿到鲜花的好朋友，哎，果然是你拿到啊！希望今天拿到红包的朋友，希望大家在2023年也可以。